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离心机当中的一种，叫螺旋塞网离心机，主要用于盐类。这是我的我个开一下生产的离心机的，是，对，我们的公司的话，一般生产的离心机，这是一种全自动的连续式分离的离心机，主要用于。 分离盐类这个化工，我品的。これはこの遠心機は主に塩素などの分離するのものです。全自动离心机生产为主，研究和生产为主体。我が会社は主に遠心機の生産と研究しています。年产量在2000多台到。 年産2000台以上です。销售额在5亿人民币以上。全部の売上数は5億以上、5億円元以上、人民元以上です。欢迎各位朋友到我们公司指导。皆さんがよければうちの会社に来ていただいて見て、それからご指導をご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。